肖文，八号秦少伟，十号罗文俊，十二号马浩宇，十六号张志远，二十三十号七号何泽，张新成，十号金明场上队长，十一号。观众、各位网友，这里是2021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的赛事直播。本赛季的 NBL 全部场次都在江苏盐城，以赛会制的形式举办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我们的比赛会在中国体育、企鹅体育、PP 体育。有反击，直接自己攻框，哎呦，这个机会浪费了。不过好在啊，篮。古丁，三分打中，转移到弧顶的机会也是把握住。突破之后左手的终结非常漂亮，大山再一次冲击内线，直接被封盖掉。反击中又是杨希，杨希本节福建队累计犯规是已经犯满了。刘宝平再转移，杨希的机会把握住了。杨希的个人得分也是来到了15分。北京雄鹿这段时间的防守一直往里收啊，还得稍微往外扩一点。回到下半场之后啊，福建队是又在也是生了个蛋。哎呦，高难度的撤步两分大进，上反击啊，直接上来双臂虐筐，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啊，马上送到前场，王斌直接上演8分的分差，我选的三分，这边刘宝顺啊，马上是用三分及时止损。再给到内线吕满，突破之后打板中距离命中。那这样的话，北京雄鹿几乎没。好的，中场哨声响起，比赛结束。我们也是恭喜福建风之子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也感谢北京雄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。好的，本场比赛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